热呀。想不想吃水果？好啊好啊，走，我带你去花园转。这么小的西瓜你就把它剪了，你确定它熟了吗？我有90%确定它是熟的，因为我家从小就种西瓜，看这个须须，看到没？这须须，它周围的须须都已经黄了、枯黄了，说明它就熟了。那它怎么这么小？这么小，是因为这个营养不够，毕竟是盆栽嘛，而且一个盆我还种了三棵，还有就是种的比较晚了，熟没熟我们破开看就知道了，来摘喽。你觉得这个瓜有多重？我觉得有1斤半哦。这么轻吗？我感觉有2斤，称一下。哇，我猜对了，真的2斤多。别称了，快点切，我很想知道有没有熟。哎，我听到嘣的一声了，肯定还熟。看没？哇，真的熟了耶，好想吃。好，我来切。哇，这个有一股好新鲜的味道。自己种的瓜肯定很好吃。嗯，好香啊。先尝一下。哇，好甜，水分也很充足。怎么感觉不够吃呢？明年多种点。